右甩，左甩，八段锦养生操一共八招，每招有不同功能。翻手，托，松，下。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带领中西医医师、院内同仁、志工一起录八段锦影片，透过网络推广。全球的民众如果说需要中医的方式来做养生的话，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保护自己、自我养生，甚至照顾我们中国的人。动员50人拍摄，从暖身到收工，打完全套八段锦大约20分钟。年初六开工日，懒洋洋没精神吗？尝试八段锦，赶走收假症候群的疲累。右手出拳。60岁的张女士自体免疫失调，看影片天天跟着做。以前我的手指尖、食指都会麻麻的，现在做完以后，现在比较感觉都不会麻了。八段锦能改善全身气血循环，适合不同年龄层养生保健。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